九门带您逛北京，我是小九啊。今儿啊，咱上烟袋斜街溜达一圈，走着。各位，下午好啊！您看没有，咱这就到了哟。今儿个您上烟袋斜街干什么来了？这烟袋斜街啊，是北京十大胡同之一，我怎么也得带您溜达一圈啊。得嘞，您带道，我跟着您走着。哎，对了，问您个事儿。您说，这烟袋斜街是怎么回事啊？听说这胡同啊，特像烟袋。您知道早年间啊，这烟袋斜街比现在还热闹呢，而且当时啊，这是中轴线上唯一的买卖街。嚯、据说当时北城这边的旗人啊，都好抽旱烟和水烟，然后这条街就开始卖烟袋和烟叶了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最早啊，这条街主要经营古玩字画，人称小琉璃厂。嘿，头一次知道。而且您发现没有，这条街细长，特像个烟袋杆，还真是够窄的。东口啊像个烟袋嘴，西口呢折向南边，通往银锭桥，真像个大烟袋呀。更有意思的呀，是银锭桥的东角有一家卖豆腐的，每天他这儿啊都冒着白烟，就跟那烟袋锅啊点着了一样。嘿，真形象。当时这条街上啊，最牛的烟袋铺叫双圣泰，门口啊立着个木雕的大烟袋，足有一人多高。嚯、广福观。这广福观啊，始建于明代天顺三年，最早叫福佑宫，关着门呢，不让进。可能里边啊维修呢。哎，您看这前面都是卖小玩意儿的，咱俩搂搂去啊。听您的，走着。在这逛了一圈，您别说，这烟袋斜街啊，现在弄得还真热闹。没错，好像又新开了不少店。您要来北京旅游啊，可以来这逛逛啊，非常有意思的一条街。您在这逛完了以后啊，从西口出去就是后海荷花市场、恭王府，再坐上三轮来个老北京胡同游，嘿，地道。得嘞，那咱准备往家溜达吧。哦，对了，这烟袋斜街啊，还有首诗呢。哟，您给来两句。后海波寒柳雾凉，一根烟袋点残阳。银桥可载西山重，老店犹飞爆肚香。地道。得嘞，今儿啊咱就逛到这儿了啊，又该往家溜达了。拜拜了您嘞。回见了您嘞。